刚好这是一个检测垫的，像个笔一样。现在我把开关打开来。OK， 现在我这边有两个开关，这个是开开来，这个是关起来。现在把它关起来，这个开开来。好，我们来检测一下电。OK， 自己亲眼看一看，有电的它就会叫，没有电的它就不会叫。我现在就碰一下。这个没有电的，这个有电的，所以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漏电，所以这个笔也很有用，只是一只小小的笔而已。